么大面子啊？你没看到他刚刚准备拜谁呀？谢谢我踏遍青山韦不争哥哥，韦不争哥哥大气啊！欢迎学长，学长好。学长就是点哪里能看到我差八万啊，我都看不到哎，奇怪的。学长就是看我缺八万。我吃饭嘞，我做饭吃了，我好饿。差一万啊，就差一万，是一万个什么呀？是不是得了，我就可以得个 VIP 了，学长？如果我一万补上了，我是不是就一个 VIP 了，学长？谢谢我纯水牛的珍珠贝，感谢纯水牛啊！差这个吗？我找没找到，不知道在哪儿看去做啊。我不知道在哪儿看。是什么啊？你们谁有冷？哦，韦不争哥哥刚刚送我那么多礼物，你书包里面肯定有很多海贝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你们谁有那个哥哥？还差一万，本房遗迹，娱乐盛典，我瞅瞅。感谢韦不争哥哥的4180连击珍珠贝，现在没有珍珠贝啊，那这个呢？海洋之心，谢谢踏遍青山韦不争哥哥的四连击海洋之心，我够了吗，学长？我怎么不知道从哪儿点进去？我好笨啊！我脑子也在动，但是我就找不到半天。谢谢。我只看到投票的，我一点开只有投票的，我一票都没有，不给他投不了。为什么我点开迷人堂只有投票的，没有其他的东西？就是我点开名人堂只有投票的，海洋之心也先不用刷，得等按任务来啊。那我吹啥呀？吹一毛一块钱的那个礼物是吗？是啊，一块钱一手的点那个吗？还是干嘛呀？然后满了的话，我是不是必得 VIP 呀？还有隔壁哥哥。娱乐
圣殿，静默一静，不是点名人堂，是点愉悦圣殿。可是我任务条我发群里了，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娱乐圣殿，是不是我斗鱼要更新一下？谢谢我学长。就是我侧面只有这个没有那个，我斗鱼更新一下试试。现在是右上角没有，现在是16个通缉证，涨3840探命点。通行证是什么呀学长？我怎么样才能达到10000呀？是要人头还是要什么呀？我升个级吧，我把版本升一下，估计是我没升级的原因。你打我要干嘛去的？不会呀，说你这是什么呀？打问号干啥？我慌得很，你打个问号，我瑟瑟发抖哎。还是没有更新了，也没有啊。我只有斗鱼名人堂，没有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没有，我点不开。笨蛋就是笨蛋，你憨批啊？没有啊。欢迎我默念上山人哥哥，默念上言上山人哥哥好。是我的右上角只有个斗鱼名人堂，什么都没有。里面礼物里面凑齐16个任务，就是里面礼物里面有圣典通行证，凑齐16个就可以了，难凑不？你看我侧面只有个这个斗鱼名人堂没了，下面也是斗人名人堂就没了，还有一个任务差33个深海探秘，33个深海探秘是要哥哥送33个就行了对吧学长？我根本就进不了，研究不了。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就是，需要礼物里面有盛典通行证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就是说我缺16个通行证，那16个通行证要16个人送还是一个人就可以了？学长，学长，我的通行证是16个人送还是一个人送也可以啊？你这是多少点版本的？你这个有
我没有哎，奇怪的。几个人都行，凑够16个就行呐。那一个人凑也行是吧？16，66 36，16得6，960。哎呀，那就16个申请通行证。刚刚那个屠龙哥还送了我2个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谁在帮我凑一凑的，哥哥呢？有没有大哥一人凑一张啊？就是一张办卡，一人凑一张办卡就行了。16个盛典通行证，就是这个礼物、啊，哥哥们，一人凑一点噻，大哥们，一人凑一张，就缺16个了，可能得个 VIP 什么的，哥哥们，凑一张，就这个。我去别人直播间吧。没铁皮鱼翅啊。6块，就这个盛典通行证，就这个投盛典通行证，就这个六鱼翅，这个哇，大白锤火箭，是他们直播间怎么有大白锤火箭啊？都管光何以琛每次都抽的毛鱼不剩，何以琛是秒进秒出吗？能不能把主播拉过来，一人凑一点啊？我想一下啊。啊，有没有哥哥帮我凑一个的呀？一人凑一张就够了。嗯。学长，我凑不找不到人，喊不动。吃做饭吃算了。谢谢我学长的海深海探秘，感谢我学长的1万废墟。谢谢我学长大气。谢谢我学长，还有这个深海探秘差32个。谁能帮我凑一凑？我做牛做马，命都是你们的，为啥我这儿没有啊？就是有，就这个礼物缺32个。谢谢我吃了牛有病的深海探秘，还缺31个，还缺三十个，缺16张通行证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学长，如果我都满了，是不是一个人送可以吗？还差30，可以，一个人送可以。一个人送也可以啊。谢谢哥哥，感谢我陈人牛有病啊，还缺18 19 20 21 22 23 22，这个送了爆吗？会快拿一拿，这号居然还有几十鱼翅啊。还缺8、9个了，哥哥们有没有谁顶一顶啊？大头鱼哥哥，差9个，哥哥们缺9个，有没有个顶一顶呢？往日记起来，怎能未解？只缺9个了。
尽是荒唐。别听堤岸边吹的羊，你白素衣裳，只是发间的雨巷，爱人的雨巷。偷袭阵那个任务还16分钟就刷新了，哈！啊，谢我学长，就是这个缺9个，谢我学长2个，3个，谢谢我学长，6个差一海浪祭坛，谢谢我学长，够了是吗？学长，学长大气，是不是够了，学长？学长，我16个通行证满了的话，我是不是就有一个 VIP 啦？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。谢谢大气，是群里摇人啊。我咋说呀？会不会不好啊？一人一张 bank。慢慢飘扬。大家一起帮我凑一张办卡呗，叫慎点通行证缺16张，做个任务。还剩15分钟了，中了，就剩这号为啥没有通行证啊？在那个里面，手机端吗？还是电脑端？在这个里面找啊。在这个里面，铁皮里面，在那个盛典超火，盛典火箭下面，盛典火箭旁边啊，下面一根儿。没有，那号有啊，那就是版本问题吧，要更新一下。我拿充电宝我充电宝我充电宝。天越高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今天过明天笑，不求有人能明了，一生逍遥。歌在唱，舞在跳，长夜漫漫不绝。更新你我两个号互换，你跟我说版本。风再冷不想逃，花再美也不想要。面儿，现在差9000探秘点，有个任务是刷一个盛典飞机加2000啊！欢迎长风哥哥，哎呀，盛典飞机啊！哥哥刚刚送了10个音浪飞机，刚刚哥哥送了我10个音浪飞机。谢谢我面的通行证，盛典通行证，好，还缺15个，就这个，我缺点这个，哥们一人起凑一张呗，还缺15个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我只缺15个了，哥哥们一起凑一凑的，谢谢我面儿，耶嘿，我的充电宝呢？只要一个盛典飞机啊，谁送我一个盛典飞机啊？这辈子不做人，下辈子做人。
哥哥，谁送个飞机凑一凑啊？盛典飞机。大哥们，借一个盛典飞机，我的命都是你们的。哥哥，大哥们，大哥威武啊！大哥真帅，哥哥。是借我一个啦，就一个。大哥真帅，大哥威武啊！还是谢谢我学长的盛典通行证。我不去哦，去买去卖。我不去哦，去卖点卖点来送铁皮啊。哥哥们，就缺一个啦。学长是缺一个盛典飞机是吗？大哥威武，大哥真帅，哪个大哥站出来，凑一个噻。一个盛典飞机，面儿，面儿哎，面儿，水牛这辈子为你做牛做马，面儿，水牛，面儿面儿面儿，我做牛做马好吧？谢谢我陈水牛啊的盛典通行证，感谢我陈水牛啊，谢谢我面儿的一望废墟，感谢我面儿。学长还缺啥呀？别的飞机不行啊，哈哈，任务要求是盛典飞机加2000啊。盛典飞机，哇，那刚刚送，刚送10个印象飞机，那不送。面儿哥，我能借你一个盛典飞机吗？面儿，面儿哥，蠢牛从来没开过口，求求你了嘛，这辈子都没求过你，面儿哥，求求你了。借一个盛典飞机好不好，面儿，面儿哥滚，哎呦，滚哪儿去啊？滚你怀里去吗？还是滚哪儿去啊？哥，谢谢我陈水牛的处理一些，滚哪儿去啊？滚，往哪儿滚？你说，哥说往哪儿滚，我就往哪儿滚。哥，哎呀，就一个，借一个，一个，马上任务就过了。面哥，水牛难得过个任务，水牛，求求你了嘛！现在是差8000探秘点，盛典飞机之后还差6000探秘点。送铁皮找八哥，现在是8000探秘。猪圈，猪圈干嘛？现在是差8000探秘点。盛典飞机之后还差6000探秘，嗯，我刚10000，还缺多少啊？滚！嗯，通行证让我还有8分钟，没有光吗？光啊！于在飞哥哥。我通行证还缺12张，哥们，我盛典通行证就只缺12张了，大哥们，就缺12张。妈妈，月光之下，对，妈，没人，不是你们，在哪里看的？学长可以看，我看不到，我点不开。欢迎我骚猪啊！铁皮真的下不了手，我只需要通行证。面儿哥刚帮我凑过了，我陈水牛窝，你帮我凑一张呗。骚猪，帮我凑一凑啊！鱼，要不高低给你送了。娱乐盛典，点开你就能看到啊。长江。骑着水牛下长江，骑着水牛下。谢谢我胖头鱼哥哥的，感谢我胖头鱼哥哥的盛典通行卡。好，感谢我面儿的盛典飞机。好，帅呀，真帅。好，学大气，学长我还缺啥？学长好，波波，面儿哥，波波，好，谢谢。还差啥呀？我还缺啥？学长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谢谢你了，学长。
辛苦你了。十二张通行证，兄弟们，我只缺十二张通行证了，大哥们，限时间吗？一个人送可以吗？一个人送也可以，刚刚学长说了。谢谢我面儿啊，面儿嘞，面儿面儿真帅，面儿真萌萌，可以，可以一个人送，就缺十二张了。我都去，我都去摇人了，但是没有摇到人，摇到了面儿哥。欢迎我踏遍青山唯不争哥哥，不按人头凑张够数就行了。哥哥们，还需要多少分钟啊？呀，感谢我踏遍青山唯不争哥的十张通行证儿。好，够了！谢谢我踏遍天山唯不争大哥，大哥真威武啊！大哥你真帅，你看，大哥真帅。我他妈手机就找不到那界面，我也找不到。学长，你再帮我看看，够了吗？差一千探秘点了，一千探秘点怎么弄啊？一千探秘点，就刚刚宰哥点的那个吗？哥们，就差一千探秘点了。大哥威武，大哥真帅，大哥真萌萌。探秘点送啥有啊？欢迎我上山人哥哥。探秘点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一万废墟啊，这也不是探秘点，这个就是探秘点吗？还有晴儿哥哥，前男友好，这个就是探秘点吗？我界面也没有，怎么找都没找到，我手机界面怎么找也没找到。探秘点做任务才有啊，那还怎么弄啊？学长你有没有啊？谢谢我杀猪的珍珠贝，感谢我杀猪。他做什么任务啊？是我做还是大哥做啊？今天有希望过二星吗？哥哥们，从来都没过过二星，是真没过过二星。自从升了中福星之后都没试过过二星。狗主播找不到位置，说要主播刷新任务。我卸了斗鱼重新下，一块钱的差两个，慢慢去点吧。面儿哥也找不到位置，都找不到，奇怪，要在哪找？充个电，我是找不到，管你们怎么玩啊，我也找不到，我也找不到呀，就是我界面根本就没有，我把斗鱼先宰了试试。插贝壳喊我，我还有七千儿。好呀，面哥，好，谢谢我面儿。好啊，等一下我把斗鱼注销，卸载一下，再下一个。面哥，要是我缺二星，缺点要不要找你啊？面儿哥，要是我二星缺一点，然后从来没过个二星，难道过个二星然后缺点喊你吗？面儿哥，我想一下，从哪下斗鱼啊？天儿，斗鱼，
重新下一个试试。我为自己代言。兄弟们上！兄弟们上！兄弟们上！五毒五毒没有，五毒五毒 you ready？Focus you ready？Be clear ready？学长，我要是什么都补齐了，然后有什么呀？就有 VIP 了，对吗？我看一下。这歌好听吧，兄弟们？我马上来刷新试试，单装哎，换280，是的，奖励秒到啊啊！那1000那个探点怎么弄啊？你用甜甜不和其他女人站一起就特别女人味，怎么搞呀？珍珠贝来了，2400。哥哥们，谁还有珍珠贝啊？大哥们，谁还有珍珠贝？2400个珍珠贝，2400，借点珍珠贝，哥哥们。哎，我直播间我都，这个好玩，这个更新了一个版本之后。这个我做完就够了，好，我来长面哥。谢谢我陈水牛的1000个珍珠贝。我里面还有1000。等一下啊。我可以进去了，学长，还差1400，差1400，我卸载了，有了，你看，像面儿哥的1500个珍珠贝，感谢我面儿啊，好，够了是吗，学长？那是不是可以领啦？乌拉乌拉，一路向北啦！我的职位我可以签到啦！看计生效，乌拉乌拉乌拉，我怎么进去啊？我天，就是这个得了冠军会怎么样啊？他们好高啊，感觉，他们怎么那么高啊？学长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我进去了，学长，我可以进这个界面啊！我才解锁四级啊！进度条有点延迟，进度条有一点延迟啊！稍等一会儿就好了，好嘞。哟吼，我进了一个新版本，看不惯了，好了。是不是还缺1400个？它上面显示79万了，79万。
两千，哦，哎呀，恭喜获得亚特兰蒂斯，恭喜完成一级海底奇遇。好了，然后好了，有房间 VIP 了，牛逼呀，哥哥们，太牛了吧！一口袋应该有了，我操！牛的呀，牛的呀，牛牛牛牛牛牛牛！好了，我有一张 VIP 了，感谢哥哥们，太帅了，学长你真帅，学长你怎么如此的帅？哥哥们你们太帅了，都很帅，每个人都很帅，学长拿下来了，学长太牛了吧，太顶了吧！太萌萌萌了吧！好了，开始下套了。我踏遍千山唯不争哥哥呢。任务做的晚了，就这样吧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本来200万不用做了，那这个一般他们能搞到多少个 VIP 啊？就是他们估计来不及，从一开始做的有多少个 VIP 啊？学长要是好好做，从一开始就做，有多少个 VIP 啊？谢谢哥哥们，谢谢。任意门是什么呀？这个任哦，音乐喷泉了吗？一地 VIP 过期不了啊。学长这个 VIP 是不是20天就过期了？我问了超管。谢谢两个啊，谢谢骑着水牛下长江哥哥的梦境的文，辛苦你了，骑着水牛下长江哥哥，辛苦你了哥，帮着水牛尽心尽力，谢谢了哥，带我好好给你搞黄鳝，哥你的零食我都收到了，哎呦完了，我都打掉了，哥卡了，死机了，怎么又卡了啊？21天消天消费就行。哥，你的东西我都收到了，你看都在这儿。你的零食我全收到了。你看，我哥还吃了呢，破费了哥。我都收到了，要在 VIP 的直播间消费啊，我的。谢谢学长一路指引水牛儿。谢谢哥哥们的大力支持，也感谢我学长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啊！谢谢，吃饭去了，我做饭吃了。那20万的我做不了了，一般要是我全做就有两个是吧？好吧。那这个应该人均都有对吧？因为做的话都有啊，对吧，学长？我吃一个这个他寄的粽子，然后再寄的粽子呢？海参。人间记得海参还在吃呢，你们都吃了没？好饿啊，这个鲍鱼也没吃，鲍鱼下次没吃，哎，吃了粽子喝个汤就够了，别再吃了，粽子还有。把八卦做完了，20万有点难，对吧？他什么时候快结束了？主要是吧，学长。讲真的，我充电宝去哪儿了？
哦，叫妈。我做过饭吃呢，我。哥，不见南瓜儿行不？哥哥，这女儿啊，小画家最近是不是没了？好，喝一碗喝汤，然后蒸一个鲍鱼粽就行了。看来狼宝宝很伤人，哥哥。好。三星都可以啊，你过三，过三星可以。你家有电费吗？尊贵的弹幕吗？青山哥哥，我拿了一个 VIP， 踏遍青山唯不争哥哥，感谢你的支持。神牛坏刚刚拿下了一个 VIP， 兄弟，我们来商讨一下这 VIP 怎么用啊？哈喽哥哥好，学长，一起商量一下。哟，我卡了。这搞毛呀，线呢？这怎么办？玩死不成啊！做个饭吃也没有，饿死了！我叫饿死牛哎！其实哥打了个问号。青山哥哥，你打问号。我这个是个旧充电宝，还有新的充电宝。昨天带了两个去了，还在床头。我不要，你留给他们用。
喂，他能聊天吗？他都没说话。青山哥哥都没说话。卡凑齐，让大家一起帮着我拿了一个 VIP， 本房间的现在目前唯一一个的 VIP， 水牛怪。我吃个晚饭。饿，然后等吃，顺便把碗洗了。请问卡吗？哎，我就不能来这儿，感觉好卡。你们卡不？这就尴尬了。你们吃吧。